当时我们大夫第一时间知道他特别困难以后，就决定把他药费就免了，一千二百块钱。嗯。来，没事啊。没事。孩子遇着好心人了。遇着好心人了。这孩子挺苦的，长大了，学了点。主要都在他的影响下。行，慢点啊。大哥大姐，谢谢你们啊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